你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动物，它长得丑丑的，智商也偏低，然后身材黑黑瘦瘦的，脸长得有点像猪。重要的是，它在叫的时候呢，嘴巴会歪一边，然后会发出诶诶的声音。你有没有听过？诶，没听过。老板吃豆皮啊！你现在变魔术，我们现在讲到这边有一条线，那你拉着，那我拉线另外一个，那先往右边拉，那我先往左边拉，再往右边拉。宜兰那个鸡，爆发鸡，不是啊，我们那间叫什么？我刚刚说那间叫什么？事情后面再问。后面没有人呢。哈哈哈！啊哈哈！哎，完蛋了！感觉如何？太夸张了，好热。系安全带。帮我搜寻那一个是楼顶10吗？要上去哪里？那个宜兰那个鸡，爆发鸡，不是啊，我们那间叫什么？我根本不知道那间叫什么。事情后面再问。后面没有人呢。哈哈哈！啊哈哈！啊！